报案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二案，劳动基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案经提本次会议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因协商与议一个月无法达成共识，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1条之一规定，由院会定期处理，愿以本次会议提出讨论，现在进行广泛讨论。依登记顺序发言，首先请刘委员释方。协商不是主单，国民协商啊，民国协商啊。昨天大家没改吗？我们休息十分钟啊。我们就是继续大家讲。昨天后来不要协商，昨天后来叫做交换意见。那现在交换意见可以啊，那就我们院会照走，我们交换意见可以啊。昨天是交换意见，没有协商，对不对？院长就是政党协商啊。昨天现在没有政党协商。好，这样子啦啊、哦。好，我们跟院会报告啊、哦，我们国民党党团要求再协商一个小时啊、哦。我们看现在各党团即刻到三楼的协商室啊、哦，到三楼的协商室，我们10点啊继续开会，现在休息。
现在报告委员会现在进行广泛讨论，那么我们会依登记顺序发言。那么在广泛讨论期间，我们也希望各党团能够互相做一些沟通，因为这一两天的讨论有一些方向是大家可以共同接受，那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尽量在这个我们院会来表示意见啊。我相信一定会让企业以及劳工都得到双赢啊。首先，我们请中委员嘉宾。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关心所有劳基法修法的社会大众、劳资朋友，今天劳资法的再度修正，说明了一点：社会企业跟劳方和资方都要与时俱进。在上一次劳基法修法当中，执政党回应了社会的要求，我们在许多的条项上做了更明确的规范。然而，在一整年执行过来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盲点。事实上，各行各业、百工千业都有不同的工作形态。劳基法目前修改后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针对的多数劳工考量他的权益所制定的规范，对于其他相对的行业的业者、雇主或劳工是没有办法去落实执行的。也因此呢，在这次劳基法的再度修正，我们强调的始终就是一点，将弹性赋予给劳工，但是坚持原来对劳动权的保障。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对于很多包括七休一没有办法纳入四周变形工时，没有办法用两周或八周变形工时的行业别，我们希望在根本的精神上给他时段性，比如说考量到淡旺季的区别，让这些行业的劳工他可以有延长他休息的时间，以延长的工作日数来换取。这样的情况之下，跟我们在其他的包括说在平常日或休息日的加班，也可以采取补休或折抵工资的方式，让劳工有机会做另一方面的选择。过去的修法，我们或许非常的强调对劳工强制性的保障，而忽略了有些劳工他反而需要的是一些弹性的规定。因此，我们在这里民进党所提出的党本的规定，我们要求的是承诺不变，保障不变，但是要赋予弹性。如果未来的修法我们还是落入上次修法当中一味的拘泥，对于劳政单位的质疑，不能给予劳政单位在落实劳检跟其他稽查上的强度之后赋予他一个裁量余地，那么未来一套劳基法是没有办法适用每一个行业。这也是社会期待为什么在各项的调查当中各种的民意指标都告诉我们，这一次的修法不只是劳方也是资方大家共同的期待。或许对很多已经很适应在劳基法修法之前的劳工朋友来中，他认为这个修法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要强调的，这次的修法不是为现存对劳基法适应没有困难的劳工，而是对于未来我们希望能够纳入劳基法保障更多数的劳工，能够提供更广泛的选择，更重要的保障。我想呢，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朝野各政党应该一起共同来捍卫这样的权益以及这样的选择权。谢谢。好，谢谢钟委员。我们现在就停止广泛讨论的登记啊。下一位，请王委员玉明。好，讲完再喊，好不好？主席、各位立院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今天一例一修要再修法，我请大家去回顾前年的时候，一样在立法院，一样在院会，一例一修的修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强行通过？在委员会，大家睡在委员会里面，在委员会里面，民进党的立委团团包围住主席，让他直接宣读通过。然后产生争议，又回到我们的院会来，然后也是在抗争当中通过。当时民进党告诉社会，
前年一例一休的修法是最进步的立法，都跟社会沟通过了，都没有问题了。在座的民进党立委每一个都是按下赞成票的，在前年毫无异议的通过民进党提出来的一例一休的修法。今天本席觉得非常荒谬的是，一例一休又要再修法了，隔不到一年的时间又要再修法，一样又是民进党党团，他现在提出修正动议，再修正动议，又要强行表决通过他们的版本。请问民进党立院党团、民进党的立委们，你们跟社会说过一句道歉了没？这么草率的一个修法，你们道歉了没？今天请问你们还要再重蹈覆辙吗？一年多前你们说是最进步的立法，请问你们今天是倒退的修法吗？民进党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前年这样子强行通过之后，今天再上演一遍，连一个道歉都不用说。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说现在周延，你前年就是不周延，那就请你承认吧，承认你的错误吧。我觉得民进党党团在这一件事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给社会一个交代，你把自己变成是行政院的立法局，这一件事情难道不用检讨吗？本席最担心的是什么？今天的修法社会沟通做好了吗？立法的配套真的想清楚了吗？真的不会再启动第三次的修法吗？上一次的一例一休的修法，监察院已经指出来了，就是评估做得不完整，整个立法的过程就是急就章，就是草率。我请问民进党立院党团，这么多立委坐在这边，请问你们都想清楚了吗？这一次真的没有问题了吗？按照你们的再修正动议版本表决通过，社会从此劳资和谐，劳资不再对立，有保障到劳工的权益吗？有吗？这好，谢谢王委员。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柯委员致恩。请柯委员致恩。主席，各位立院同仁，大家早安。我想我们今天用非常沉痛的心情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劳动基准法。劳动基准法开宗明义就是告诉你，这是一部保护劳工的基本法，是维护劳工最基本的一个标准，是保障劳工权益一个最基本根本的大法。所以呢，所有的出发点都是要站在劳工这一边。这不是什么产业创新条例，我们这是劳工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门槛。但是我们来看看你的修法的方向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这个法所赋予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精神。
上一次呢，小英总统坚持休一例一休，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所要强调的是要让劳工多休息，兑现他选前对劳工的一个承诺。但是呢，这次的赖院长却不顾高层劝阻暂缓再修法，执意要射出这一箭。我们真的要问，心中到底有没有劳工？我们观察这次的修法，你可以发现，除了所谓的加班何时给付，还有轮班间隔放宽之外，这是把劳工的权益把它拿回来，把它拿来做一个缩减。你更不要说是七休一，还有每周加班时数的上限，这是上一部法修法当中没有出现的。所以呢，这几乎都是为资方来大放弹性，没有一个是为真正的劳工来做说话。所以呢，你也难怪劳团还有很多的学者，包括劳动部的前次长，都要用辞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个沉痛。为什么说这次的说法呢？完全向资方在倾斜。各位，我们来看看七休一。过去每个人都说国民党是往劳方来做，来往资方来做倾向，但是呢，国民党过去30年这个法不敢放宽，我们一直敢用韩式的方法，但是今天你需要在入法的方式上面来放宽七休一。我们再来看看你所谓的轮班，11个小时弹性可放宽到8小时。虽然目前显然行政院愿意做出的一些修正，但是它明文规定有关于工作特性或是特殊的原因话，可以由目的主管机关来做一个把关。但是你有告诉我们是哪些的机构、哪一些的单位、哪一些的工作类型吗？没有，目前没有，只是仓促的提出所谓的配套。但是这些配套里面呢，我们却完全看不到它法令上的严格的一个监督的合法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强调，我再一次的呼吁，所谓的劳动基准法，它是所谓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的门槛。如果你今天不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把关，只是在里面的条文上面呢，不断的为了所谓的经济竞争力，告诉各位，全世界所有竞争力，好，谢谢柯委员。好，谢谢柯委员。谢谢柯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陈委员一名。陈委员一名。陈委员一名。啊，好，在现场委员你不在啊，来请。都在，嘿，都在。好，啊，要赶快要回应啦。好，主席，各位委员，昨天我们进行劳基法一例一休重修草案的协商，在风雨中，劳团在立法院外面对史上最夸张的巨马，2层楼高，宽2层，进行抗议的行动。他们已经成型，走上街头
抗议多次，但是执政党却只用越来越高的拒马回应，劳团走投无路，逼不得已下只好以最宝贵的生命以卧轨来抗争。这是劳工史上第三次卧轨的抗议，盼望能够唤起政府的重视。本席昨天在立法院协商，消息传来6点多，仍然觉得是于心不忍。看到这个转播的画面，劳团说，民进党政府若强行通过修法，宛如无情的台铁火车碾压过台湾的工人，真的是情何以堪。为了劳基法这场硬仗，执政党拼死护航要过关。昨天的协商，不管是行政院，不管是我们的秘书长，或者是我们的劳动部的部长，仍然是铁板一块。上周临时会还未开始，拒马蛇龙早已经团团的围住了我们立法院，而总统府周遭更成了史上最大禁制区。要挡下一切的抗争的行动，民进党摆出修法非过不可的强硬姿态，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就算是我们昨天从下午2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半，在协商的过程中，逐条的我们国民党的委员以非常认真而且负责的态度，逐条的提出修法的动议，希望能够撼动这个铁板一块。但是我们非常的失望，我们看到的是李美珠部长还是一样口口声声的不愿意就我们提出的任何一条法案来进行一些协商。今天我要讲，即使到昨天晚上，我们在座的我们的主席，我们的苏嘉璇院长，甚至也提出了一些好修法的建议，但是执政党还是一样铁板一块。历经8个多小时协商，甚至到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是行政院部门并没有回应我们。究竟是哪些行业每个月46小时还不够，还要放宽到54小时？究竟是哪些行业轮班间隔必须要缩减到8小时？不要忘记了，这个已经是最低的最低的底线，为什么要谢谢。谢谢陈委员，谢谢您。下一位请李委员冯军。
李伟、洪俊焕，你们要不要让尊重一下？ Okay, 没有关系啊、哦，没有，只要李伟好，我们就不 okay. 好来，请。主席，还有各位同仁哦，这一次的劳基法在修法里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有最大的争议有三条，就是所谓的每月的加班时数有条件的从46小时增加到54小时，然后上个月合计最高不得超过138小时，轮班间隔有条件的从11个小时，然后放宽到8个小时，现在包括连7休1，这个在上一次的劳基法里面本来没有排定的，现在在这一次的修正条例也把它松绑，可以改成连续上班12天。其实这些问题哦，我们大部分在现行的劳基法，包括2周、4周、8周的变形工时制度，其实都可以解决的。甚至于劳动部还在10月1号开始定了3例外与4原则，让7休1更有弹性。其实这些都已经有它的相关的规定在了。我们现在真的有这么急的去修这样子的法吗？根据电子工会将劳动部公布的违反劳基法的资料，经程式筛选后，发现所有的事业单位违反劳基法的次数统计，依违反劳基法第42条未依规定给加班费的，有6993笔，占了20.89%。第32条的第二项，加班费每日或者每月超过上限的，有5936笔，占了17.74%。第36条违反7休1的，总共有3814笔，占了11.4%。这个是违反劳基法的前三名。可是这违反劳基法这前三名，刚好是这一次行政院要把它修法变得松绑、更有弹性的。依照这个数据，然后我们行政院难道看不到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可以靠工会来协商或靠劳资会议来把关。行政院的说法是这样，但台湾的劳资根本就完全不对等，所以台湾的工会数量少，并且力量少，台湾的劳工的诚意普遍的不足，台湾的劳工的意识普遍不足，所以才需要用法律来规范。所以我们行政院这一次在修劳基法，应该要拿出让劳工朋友能够放心安心的配套，保证不要再回到过去，被无良的这样的资方利用各种法律漏洞来持续的压榨劳工。诚如刚刚前面也几位同仁讲的，劳基法是要保障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劳工的基本的权益。我们刚刚举的那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该有的基本的法令。所以重新再回头修我们的劳基法的话，我们更应该是要好好的。谢谢李委员，谢谢您。下一位，请曾委员民中。曾委员民中来，没关系，你先站来，他们喊你，你先站。好来。好，谢谢主席。今天民进党又要强行修正劳基法了。今天民进党又要强行修正劳基法了。我们先回顾过去。105年7月间，民进党强行推动一例一休的修法，在强大党意压迫之下，当时卫环委员会召为临时委员坚持理想，不愿意主持审查会议，被外界嘲笑为绕跑召为。事后证明临时会的坚持是对的，我们给他热烈掌声好不好？谢谢李世文委员的坚持，我们应该给他掌声。另外，我们来看看105年10月5号，在审查一例一休修正草案的时候，改由陈英委员主持，但未经仔细讨论之后，民进党强行动员，在程序有重大瑕疵之下，强行送出委员会。另外，在105年10月27日，吴秉睿委员
等多位委员召开记者会，当时吴秉睿委员是民进党的干事长，他在会议上，在记者会上嚣张地表示，反对一立一休的修法的人，将来选举可以不要支持民进党。大家是否记得吴委员的宣告？我要请问吴委员，你的支票什么时候要兑现？是2018还是2020？你的支票会不会跳票？会不会跳票？105年12月6号，就在议场上强行打架，通过这个草案。105年12月23号开始实施，当时号称是最进步的立法。实施一年来，不但劳工收入减少，企业因成本大量增加、大量出走，造成物价上涨，形成企业、劳工、政府及全体消费者皆输的窘境，也埋下了今日要重拾修正、要重新修正的祸因。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情况，政府主导的一立一休一年过去了，已经造成全民皆输，今天又要讨论一立一休。我们客观很专业来看看民进党政府提出来的修法内容，包括松绑七休一，包括轮班间隔由10小时放宽到8小时，等等重要内容。劳动部公布的票要求谢谢曾委员，谢谢。下一位，请蒋委员万安。蒋委员万安。蒋委员万安不在场。啊，要来啊！哇，啊，要来啊！我们练啊，他一直站在那边，我没有看到。好，来，来，请。好，来，请啊。主席、各位委员，我想今天劳基法再次修法哦。现在民进党一再拿民调说，因为有很多民众希望来针对一立一休是否修法哦，大部分支持。你问我要不要解决一立一休的问题，当然举双手赞成。但是民进党的版本，行政院劳动部所提出的劳基法再修法，竟然偷渡跟夹带跟一立一休不相关的条文，七休一的松绑，还有轮班间隔11改8小时，我想这个也是外界批评跟质疑最大的。今天我们在院长所指示协商当中，我们针对每一条仔细的讨论，也很清楚的表达我们的立场。我想这些修法，你说如何计算工时、加班费等等，每一条每一项都攸关劳工朋友的生命安全。但是说穿了，我们手握权力的立法者，面对如此重大法案的修法，秉持的
其实就只有三个字：同理心。今天，如果你有同理心，就不会讲出台湾社会没有过劳死，死的都是因为他有病；不会讲出劳工朋友他们愿意付出是因为要做功德；不会讲出外面劳团的抗议是在放录音带。如果有同理心，我们秉持这样的态度，检视这一次每一条的修法，你就会发现，其实真正伤害劳工的这些条文，尤其是轮班间隔，尤其是七休一的松绑所适用的这些护理人员，他们的花花班，难道不是就是去年我们修法的时候坚持的十一小时的底线的间隔？这是过劳的红线，绝不容退让，怎么可以有任何的例外？去年我们修法说没有实施日期，由行政院另定，是希望给予这些轮班制行业赶快补足人力，调整你的经营模式，不是让你开后门例外倒退只有八小时，竟然很荒谬的说这样才可以赶快让这一条上路，这是如此荒谬的论述。我们希望赶快上路，所以才希望你可以赶快补足人力。今天只有一成的劳工朋友是属于轮班制，你劳动部盘点出来，你告诉我，好，这些轮班制行业哪些是需要间隔缩短变八小时？我不排除他们的确现在没有办法一时补足人力，所以你可以把这些少数例外一项一项告诉我们，让这些我们给他缓冲时间，其他可以马上落实间隔十一小时的，现在就公告让他上市正式实施，为什么不行？反而大概我们让全部做轮班制都可以倒退。谢谢。真的不希望看到前年十二月底，当时在这边表决的时候，按下暂停键，我们都应该为历史负责。真的，在这边希望各位委员，就这两条，真的，我们再好好思考。好。再请劳动部提出更细致、更完整的评估报告。真的不要如此草率，让他通过。真的不要为了某一个人的意志，牺牲掉我们在座每一位委员。各位，也许我们之后不一定还在政治路上，也许二三十年后，我们都退休，回过头来解释我们今天在国会殿堂做了多少的决定。好，谢谢江委员。啊、哦，谢谢江委员。好，谢谢您，非常谢谢。来，下一位，请会委员洪泰。会委员洪泰。好。来，请。好，各位同仁。各位我们全国的劳工的朋友以及关心这个劳基法的朋友，刚才一开始啊，王一鸣委员就点出问题的重点，在前年的十二月份，民进党是用什么样粗暴的动作通过了他们认为世界上台湾最好的劳基法，他们照顾
蔡英文心中那块最软的肉。为什么一年以后要再重修这个法？民进党以及尤其在场的民进党的各位委员们，你们有向全国的劳工道过歉吗？你有向全国人民说清楚了吗？你们讲清楚了吗？我不太愿意再谈吴秉睿委员刚才在一年多前所讲的话。各位，你们每位都摸着良心，你们认为这次再用这样子的表决，用坦克车的方式再来修这个劳基法，劳工朋友会感谢你们吗？劳工朋友会认为你们这次修的会比以前好吗？口口声声民进党说没有过劳死的问题，两个月前台铁的列车长是怎么死的？在1924年，世界上有些美国就通过了一个轮休，间隔要10到12小时。1924年，今年是2018年，居然我们还把它修成轮休，变成8小时。各位民进党的委员，你们这倒退了多少年啊？你们心中还真的关心那些劳工朋友吗？台湾的工时可以说在世界上前几名的长，日本一年国定假日16天，韩国15天，我们只有12天。请问我们的竞争力，我们的 GDP 比韩国好吗？比日本好吗？当劳工朋友要求恢复7天国定假日的时候，你们连坐下来都不愿意跟他们谈，坐下来很谦卑的。你们不是蔡英文讲说很谦卑吗？谦卑谦卑，最谦卑，是个最会沟通的政府吗？当蔡英文在2年前背着总统府说里面的人跟我们距离那么短，可是劳工的心声、年轻人的声音，他们就是故意听不懂。请问蔡英文，你到底现在在说谁呀？是在说你自己吗？民进党的朋友，你们想想看，你们对得起我们的劳工吗？真的是很沉痛。谢谢惠委员。下一位我们请赖委员释宝。谢谢主席，各位先进。我们看到这部的劳基法修了1年左右，又要修，而且刚才有委员大言不惭地说要越修越好，有这样子吗？如果这次修得好，为什么劳工要卧轨？为什么劳工要夜宿？外面很冷，外面不到10度，各位想一想，要卧轨啊！看到那样的画面，心里在淌血。我也敢说，如果这一部的劳基法就这样子民进党硬闯过了，坦克压过去了，各位历史会记住，民进党的委员们，你们就是你们手上持着屠刀。谁是猪肉呢？所有的劳工朋友就是鱼肉。所以民进党的委员为刀主，劳工朋友为鱼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为刀主，劳工朋友为鱼肉。各位，我们就看到劳工的权利怎么样被你们
一刀一刀的切下去。别人不说，我讲，轮班的间隔要11个小时改成8个小时。我告诉各位，1924年，国际劳工组织就已经声明，轮班的时间最少10个小时。我们要请问一下伟大的赖清德院长，1924年你在哪里？赖清德院长，你都不知道在哪里，你根本还没出生，你怎么知道1924年已经是一个人权劳权的一个时代？事隔快100年了，各位，100年的光景，结果民进党的立委们要把它倒退，不如1924年，丢脸了，各位，实在丢脸。这样子你修得下去吗？这个肉你切得下去吗？劳工的肉你切得下去吗？各位，我知道立委们的刀子很利，特别是民进党的立委刀子更利，流泪，劳工的权利一个一个流下去，真正的7休1骗改成14休2，这个事你也做得出来，11个小时改成8个小时，你做得出来，7休1改成14休2，你也做得出来，各位，这个不是你们是刀主是什么？所以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法如果过了，民进党立委你们手上都沾满了鲜血。谢谢赖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反对修二劳基法。好，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媒体朋友，从昨天下午2点半，一直协商到11点多，到今天早上。又再度的协商，每一位国民党的委员都代表所有劳工朋友表达他们的心声。我相信昨天劳工朋友用非常激烈的手段，包括连命都不要了，去卧轨了。但是我发现现在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已经病入膏肓了，不止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对劳工朋友的声声呐喊他当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且更严重的是把你的心关起来了，把你的脑完全失忆了。我要告诉各位，在一例一休之前就是周休二日，因为资方会运用周休二日的休息日让劳工加班，所以当时一例一休说的是什么？因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普世价值就是坚持7休1，因为所有每一个人的生理时钟7天休1天，这是非常安全健康的一个休息，所以你说一例一休，这个例是法定的，这个例是不容许资方随便更动的，所以要坚持7休1。民进党口中
这是最进步的修法。但是时隔一年，为什么要再二度修法？因为你发现坚持一例一修，造成整个台湾四输，包括劳资双方都输，包括政府输了，包括消费者都输了。所以今天你们要再一次的修法，但是从刚刚整个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林美珠部长口口声声，因为有很多特殊性质的工作、特殊性质的行业，提出一定要再一次的修法，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坚守。好，谢谢。谢谢张委员。谢谢张委员，谢谢您。下一位，请习委员裕仁。各位同仁，外面的天气很冷，可是我们站在这边，我们的心更冷。过去的几天，我们看到立法院周围、总统府周围被层层的铁笼围住。这是有史以来中华民国最大的铁幕禁制区，劳团在风雨中抗议，或许人不多，不到200人，可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执政党从北中南调度了超过1000名的警力，在他们的包包里面放着警棍，是什么样的政府会这么惧怕人民？是什么样的政府会拿强势的警力驱走手无寸铁的人民？今天劳团跟我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们说，他们已经做了最后的努力，最后的一口气。昨天他们去卧轨，很多人可能会说，劳团嘛，就是用这些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意见，可是你们没有想到，当你们围一个这么大的铁幕，而且每一个蛇笼上都布满了刺的时候，你们刺到的不只是那一些去碰触铁幕的人，你是刺到每一个过去支持你们人民的心。请问现在的执政党，过去你们口口声声说跟劳团站在一起，今天你们可以背离当初你们所立党的一个价值，
请问一下，你们如何面对历史的凝视？当有一天回头来看的时候，政党轮替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要换一个立场？我看到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的大选间提出劳动政策六大主张，缩短年总工时，扭转低薪，青年及中高年龄就业，非典型的劳动立法，保障过劳劳工，公平的劳资关系。再回来看今天我们要审的劳基法修法，请问一下，这是一个当初以一个要保护劳工权利、改善青年就业，而且推动一个良好劳资关系的一个政策吗？工时不但没有缩短，现在要拉高加班时数，薪水没有增加，劳工还因为薪水太低被逼的还要加班。劳工不是愿意加班啊，是因为没有办法。谢谢，谢谢徐委员。竹条还可以花园啊。谢谢徐委员，谢谢。下一位，请严委员宽恒。严委员宽恒来。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劳基法的修正案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民进党用尽了洪荒之力，完成了一例一修的修法。但是在1月4号，去年的1月4号，行政院发言人欢天喜地的召开记者会，表示依照物质不变定律的方式来说。一例一修没有三书，才一年的时间，民进党又使出了排山倒海的力量，再修一次。监察院在1月3号纠正行政院劳动部，指劳动基准法在2016年12月修正的时候，劳动部没有做完整的评估。行政院审查的时候也认为不需要缓冲期，导致相关的各界措手不及。现在
在缺乏修法共识的情况之下，民进党又要用三天的时间来完成修法。本席想要问的是，民进党把重大政策当作什么？耗费的社会成本由谁来负责？蔡总统在媒体上面大方地说，劳工是民进党心中的最软的那一块，实际上只是要劳工的选票，没有错。劳工在民进党的心目中是最软的、最嫩的啦，哦，看人最无的，所以讲用过即丢，哦，跟当初在野的时候、创党的时候所坚持的立场180度完全不一样。现在也不管监察院的纠正，更不顾数百名学者发出的联署声明，直指民进党粗劣且倾向资方的立法会加重台湾劳工过劳的噩梦，严重伤害劳动基准法的立法精神，要求执政党应该立即停止劳基法的修法。但是民进党政府还是一再的要用国会的多数、立法院的多数直接和所有的民意对杠，这就是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政府口中的谦卑、谦卑再谦卑。我在这边要说，蔡英文总统的谦卑，谢谢严委员。谢谢严委员，下一位请江委员启程。主席，还有各位立法院的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劳基法第一条规定的很清楚，为了规定劳动条件最低标准，保障劳工权益，加强劳雇关系，促进社会跟经济的发展，特定本法，雇主跟劳工所定的劳动条件不得低于本法所定的最低标准。换言之，我们在修劳基法的时候，目标只有一个，保护劳工，这是劳基法最大的宗旨，它只是劳动权益保障的最低标准。如果我们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这样的修法实际上不值得修。然而在蔡政府的执政之下，劳基法某种程度上其实演变 成了剥削劳工，甚至放宽了许多原本在法里面设计来保护劳工的制度，包括刚才太多委员所提到的，把轮班间隔从11个小时放宽为8小时，七休一
放宽为十二休二等等。进一步来说，台湾劳工的薪资普遍偏低，工作时间又长，过劳的问题特别严重。劳保局的统计，2011年到2015年，过劳的案件将近400件，其中造成了163人的死亡。如果再加进近年的过劳的案例，是比现在这个还要多。其中过劳状况最严重的是保全业、运输业。然而这一次放宽的修法，是不是会让过劳的情况更加严重？在医务界，一旦轮班时间从11个小时下修到8小时，严重缺乏睡眠的护理师要如何来照顾我们的病人？我想请教各位的是，你放心给过劳的司机来承载吗？你放心给过劳的医护人员来看顾吗？甚至连邮差都有过劳的情况。我自己在几年前曾经为家属协调邮差过劳死的案例，结果我发现我们自己政府的机关，包括国营事业，没有相关的保护法的规定，对过劳死的定义也没有清楚的规定。所以我想请教的是，我们在修这个劳基法的时候，请问其他相关的配套修法，我们有去考虑吗？我们的行政部门、我们的行政院一直讲要修，那我请教工会法相关的内容要不要修？过劳死的定义要不要重新处理？这一些配套的修法，我们不但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是用拒马来隔绝民众的声音，来隔离民意，来保护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保护我们的政府在这里强行通过修法。我再讲一次，强行通过修法会是执政最大的败笔。前年一立修已经中奖了，难道今天我们还要再重蹈覆辙吗？执政党的朋友们，你们还要再草率照进的来通过这样子的修法吗？你敢保证这一次的修法又会是最进步的修法吗？如果是的话，请先向上一次的修法道歉，向所有的民众跟劳工朋友致歉，代表上一次的修法实际上不是进步的修法。好，现在我们在这里修法的意义又何在呢？在这边，如果是最进步的修法，为什么要放重重的巨马在立法院外面？谢谢江委员。巨马下来通过这样子的修法呢？好，几年之后，大家一定会再回来看这次的修法，搞不好不用急。几个月之后，是不是我们又要重新再回来看这一步的修法？我们在这边再一次的呼吁我们执政党的朋友们、民进党的朋友们，配套修法拿出来，不要只执着在几个法。我刚刚提到的工会法要不要拿出来看？过劳死的定义要不要重新提？我们是理性在看待这次的修法。我们希望这次的修法可以真的修得更好、更进步。谢谢。谢谢江委员。下一位，请卢委员秀燕。主席、各位同仁，民进党曾经说劳工是他们心头的那块肉，但是现在他们把那块肉给剁了，给吃了。将这块肉，劳工这块肉，拆吃肉剥。民进党的执政者以及民意代表、立委，现在满口是血，谁的血？劳工的血汗，劳工的过劳。一年前，同样的场景，当时民进党独裁，完全执政，说要修劳基法。说那是全世界修过最好的劳基法，但是实施不到一年，
民进党就抵挡不了财团的压力，背叛劳工，再度的修法。而且更加恐恶心，偷渡一年前没有修的法，把七修一放宽为十四修二，把间隔轮休从11个小时降为8个小时，休困8点钟，也无法度回去。若要回去，来回2点钟，再稍微休息一下，困无5点钟，就阁爱去上班。难怪劳工血汗，难怪劳工过劳。民进党又说，不要紧，劳基法修二，劳工可以去跟那些冠老板、恶老板协商，可以拒绝接受。请问，现在我们的劳团在外面呐喊，在外面抗争，在外面卧轨，请问以人民薪水的民进党执政者，这些民进党的冠老板、恶老板，你们有理会劳工吗？如果民进党的执政者、行政院长、劳动部长、所有的内阁都不理会外面的劳工，你怎么能期待有些财团的冠老板、恶老板愿意跟劳工协商？难怪劳工如此绝望，莫怪劳工讲这是修恶劳基法，莫怪劳工讲这是背叛他们。我在这边具体的建议：第一，所有的民进党立委请站起来，面向电视机，向全国的劳工对不起，你们一年前在这个地方恶事做尽，一年以后你们又要在这个地方背叛劳工，对不起劳工。第二，我也呼吁总统、行政院长，全体的阁员，除了跟劳工道歉悔开的一环，暂时修法，重新聆听劳工的声音，跟他们协商，做好企业的楷模。如果这次政府、总统、内阁阁员、行政院长都不愿意起听劳工的协商，跟他们好好的谈，做企业的模范，未来怎么能期待有些冠老板、恶老板愿意跟劳工协商呢？难怪劳工这么绝望。谢谢卢委员，下一位请蒋委员耐心。蒋委员耐心，哦，好好，来请。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从上个礼拜，我们立法院就被重重的铁丝网一层又一层的围起来，巨马一个一个钉在地上，管制区比以往要大的很多很多，车辆不能进来，人员管制，包括总统府，全部都是这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把立法院用铁丝网包围起来？蔡政府不是口口声声的说最会沟通的政府吗？他用什么来沟通？他难道是用铁丝网来沟通，还是用巨马来沟通，还是用警力来沟通？我们立法院从来没有进驻过这么多的警察，在这几天不但我们立法院进驻了大批的警察，包括对面的学校也进驻了很多的警察，甚至远在杭州南路的中正纪念堂也为了这几天立法院修改劳基法进驻了大批的警力。为什么？我们是用铁丝网沟通吗？我们是用警力来沟通吗？我们是用巨马来沟通吗？外面劳团一直在抗议，一直在希望跟政府沟通，可是政府在哪里？政府有跟他们沟通吗？这一次，去年
修一例一休的时候，修劳基法的时候，民进党不是不断的力推啊，四处挂保证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修？我们就是要用以价质量，以价质量，用做一给四、做五给八的方式，让劳工不但不会过劳，而且还可以赚到加班费。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照去年讲的，做一给四、做五给八，劳工不会过劳，还可以得到很多的加班费。请问一下，今天我们在修法是修什么？我们今天在修法在修什么？蔡政府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边再修法？利用大批的警力包围立法院，用大批的铁丝网、巨马包围立法院，在里面来再去修法。去年的法不是很好吗？不是可以减少过劳、增加加班费吗？做一给四、做五给八吗？那去年说的是什么？今天修的又是什么？政府可不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政府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谢谢蒋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会美。王委员会啊，今天我们又要修劳基法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蔡政府两次大修劳基法，两次修法的方向南辕北辙。本席不禁要问，到底哪一个才是民进党的主张？到底哪一个才是民进党的态度？去年在修劳基法的时候，民进党告诉我们这是最好的修法，行政院林权院长也说劳基法不会再修。结果呢？结果是民进党背离了劳工，把蔡英文总统心中最软的那一块当成是心中最好糊弄的那一块。回顾这两次的修法，可以说是震荡社会、动摇国本，甚至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这段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的三层反复。第一，林权内阁首次的修法以七休一讨好劳工，却引发了严重的政经伤害，使蔡政府自曝其短。第二，赖清德为了树立负责的形象，发动了第二次的修法，大开方便之门，却使得劳团大反弹，导致了执政党背负着背弃劳工的臭名。第三，赖清德为了挽回形象，拯救他的民调，强调这次是要大翻修，是一套知识时代的弹性劳基法。然而，什么是知识时代？
什么是症结所在，到现在我们听不到执政党说出个所以然来。台湾的劳工问题，甚至于是产业的问题，本席认为民进党至今还搞不清楚方向。事实上，劳基法是劳基关系最基本的一个规范，也是对劳方最基本的一个保护。要修改劳基法，当然要考虑各方各产业的各共同利益，审慎来将事，才能有效地推动经济秩序。本席特别要强调，劳基法不是不能动，但修法必须要经过完整的评估、充分的沟通。劳基法的修法绝对不能因为执政党的左倾或右向而任意变更了游戏规则，否则一旦劳资关系受到破坏，生产活动及经济秩序就难以稳定，劳工的收入及生活就受到了冲击。回头看看这两年民进党政府立法施政，总是以政治为优先的一个考量，耗失民粹，因此往往制造了矛盾，撕裂了社会，其结果当然不能检正利民，反而是引起了对势冲撞，结果正常的秩序遭受破坏，劳民又伤财，也暴露了政府的一个无能。劳基法引发的一个争议问题之一是过劳，但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低薪，因为低薪人民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才会忍受这么恶劣的劳动条件，让所谓的惯老板以成本弹性的理由来规避劳基法的一个规范。去年蔡政府以为一例修可以增加劳工的职缺，让更多的劳工进入职场，不料却导引了劳工收入的降低。至今民进党看似妥协，但如此一来，年轻族群却小确幸都不好了，他们如何不做大反弹呢？本席要提醒民进党，短短一年两次的大修法，让劳资关系遭到了两次的一个撕裂，中小企业的经营受到了空前的一个冲击，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也降低了如底。好，当我们卓荣泰秘书长在协商的时候说，劳工是国家重要的资产，任何执政党都不能以伤害劳工作为前提来推动政策。本席邀请所有民进党的朋友记得卓秘书长说的这番话，再想想你们即将强势通过的法律，你们真的对得起劳工朋友吗？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学上。反对修了劳基法。主席、本会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为了确信小英总统、赖清德院长，还有在座各位民进党同仁，你们是真慈悲、真善良、真正要做功德，而不是假和尚、假出家众。那我们在这一次修劳基法的过程当中，请帮忙做一件真正的事情，真正为劳工立下保障的好事，就是让过劳入刑责，让过劳入刑责。我想在座不管是我劳动界的前辈钟孔绍委员、林淑芬委员，我很尊敬的，过劳入刑责是在座所有民进党委员你们过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是因为劳动者的权益不是靠强者慈悲的施舍，劳动者的权益不是靠强者慈悲的施舍。今天你们讲的那么好，不管是所有的变形公司的制度，都会有政府的把关，有劳解的守护，还包括有劳资的协议。但是这都是慈悲善良，都是道德的语言。把这些语言变成真正的法律，让过劳入刑责。如果在座民进党的同仁，你愿意再通过你们的所谓诸项松绑的政策的时候，请记得，如果劳基法跟职业安全卫生法，你们也能够把过劳入刑责，可以业主如果他们违反相关规定，甚至在劳动者出生发生状况的时候，如果业主拒绝提供、未保留或提供不实的资料，科6个月
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不得一颗罚金。如果劳工因为过劳死亡，处三年以下就有期徒刑；因为过劳而造成伤残，我们处他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座各位民进党朋友，我再次强调，如果你们真的是要保护劳工，真的是要劳资和谐，请不要用道德的语言给业主太多弹性的空间，请把过劳入刑责。如果你们今天也能够把过劳入刑责，我相信业主就会真正的遵守劳基法，不会把劳工摧残到死，摧残到伤残。所以再次请民进党的朋友，你们真的要慈悲，要善良，要做功德，请让过劳入刑责，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招顺。黄委员招顺。院长，各位同仁，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其实是我们立法院支持。我们立法院用了三层的锯码，而且那个锯码上面有刀片，那个范围之广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状况。可是大家要知道，昨天有两个外国的国宾来到我们立法院，包括巴拉圭众议院的院长以及美国的智库。当我看到他们打着伞穿过层层的铁幕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在掉泪。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是我们立法院苏院长下令把我们立法院层层包围的立法院。这是第一个我非常难过的一件事。第二个，我看到劳权所有的劳工朋友在外面下着雨流着泪在那边呐喊，希望我们能够在整个修法的过程当中把劳权看到。但是我们不仅止于是在铁幕里面修法，同时呢逼到我们用过水的协商让那些劳团到火车站去卧轨。我相信每一个要去卧轨的每一个人民，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结果就是每三个月必须这三个月至少都要到刑事庭，而且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极可能不管是稍等好不好，不管是所有那样子的状况，我想都不是我们可以面对的。今天我们反对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我们看到这个不良的政府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夹带了两项我们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我们整个轮班制度以及十一八七休一跟八改十一改八，这两项是大家最无法接受的。我想在座的民进党的委员，我要请教你们，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今天我们让一个人民可以睡足八个小时，让我们能够充裕的休息，这样子是我们难以做到的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困难？我在这里要请拿住你们的良心来，我们面对所有的劳团在铁路卧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想到了什么。我在这里再次的呼吁苏院长，能不能够让我们立法院有一个清净的空间，把锯码拆掉，把锯码拆掉，把锯码拆掉，在我们一起喊的话，把锯码拆掉，把锯码拆掉，把
谢谢黄委员。反对修劳基法。好。反对修劳基法。好。反对修劳基法。反对修劳基法。好，跟院会报告啊。院外的拒马是维安单位的考量，不是我下令的，而且我都要求低度的维安就好啊。那么我们休息30分钟，给大家用餐，休息之后继续开会进行广泛讨论，现在休息。